来，阿老婆，吃鱼吃肉蛮爱菜个哦，吼、哦。啊，等下要搁安排帅哥来唱歌，爱唱你要加唱一首。啊，我安排今天加你合唱一个无？这个歌哦，你拄只要按来，咱倒去前边去吃哦。你吃哎，所有的扶贫才培养倒去安尼哦。啊，搁在阿婆花盆吗？啊，搁收迄两粒袂歹哦。学这点哦，阿无自喜的感觉对不？哎呦！看起来个无？啊对对，来，阿无阿无感觉对不？哎，阿无你等下再问我来。我等下让你袂喘气，我是个讲。哎，阿春弟，我要跟你唱歌，你是想好袂啦？等下啊！啊，搁等下要下班啦，等下，等下下班你，咱等等下要来吃宵夜。敢是等下下班要来吃宵夜？你想好未啦？啊？哦，不，你不是你要叫小姐唱吗？我等你。哦，我搁等哦。吼，啊无，阮的小姐讲要叫一个帅哥唱。吼，你拄才叫我唱两首，伊伫后壁听甲讲吼，安尼迄个歌哦，搁起来来。来，君君，我叫阮小姐点叫你唱哦。你要点哦，阮小姐叫你唱的是我叫小姐点哦，你叫唱。啊？啊！袂晓唱咯啦！什么什么？伊的功夫才安尼尔尔吗？阮传统讲安尼尔。哈哈哈！来啦，情难断嘛袂切啦，啊是要舞啦。哎嘞！袂晓唱啦！啊！啊是要来狐狸精？狐狸精会晓袂？我们都会晓啦！啊！啊来哥哥来啦！我们都会晓哦。我们的月亮来。我们的月亮哦。这条合唱吗？合唱哎、欸，来老师，来，我想学，我还正在学。啊，你搞我们进来，来啦！我们的月亮，来老师给吹起来。哥哥来啦！哎、欸，来。那讲哦，舞台上大咖的人去点歌，就是给阮那咧练歌。啊，无平常时来出新歌，我嘛唔知虾米歌。我跟你讲，你袂晓。哎啊，我们的月亮，啊你爱讲教，对不？哎，那讲安尼互相学习，安尼进步较紧。来，我们的月亮。寒风中，星星归来呀。
次。